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左晴。今天是2021年5月27号星期四，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JLTV 新闻早报，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客户端同步收看本栏目。那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长白山保护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延边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长春多云，最高温23度，最低温10度。好的，了解完天气，我们来看新闻。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农业农村部25号发布，还有几天全国夏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介绍，要用30天左右时间把3.35亿亩小麦收获到手，各地还要充分发挥机收速度快、效率高的优势，加速收获进程，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说，今年夏粮生产势头良好，冬小麦面积扭转连续4年下滑势头，增加了300多万亩。目前西南地区小麦正加紧收获，增产趋势明显，黄淮海即将开镰，长势好于上年，好于常年，丰收在望。从前期调度情况看，今年投入3夏麦收的联合收割机将超过60万台，其中跨区作业的25万台。时间紧任务重，必须充分地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抢农时增效率，多丰收。眼下正是水稻插秧适宜期，截至5月25号，全省已完成插秧面积1015.9万亩，占全部插秧面积的78.6%。这里是柳河太营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水稻种植基地，当前合作社正积极组织人力机械实施水田插秧。像我身后这样的插秧机啊，一次机身可以携带秧苗50盘左右，在20分钟的时间里，这些秧苗就会被插到1.5亩水田里。池伟是一位有着10多年驾驶经验的插秧机手，他告诉记者，这台高速插秧机一台一天能插秧40多亩，相当于20多人的工作量。大型机器代替了小型机器，能使秸秆还田率达到更高，能把那个土旋得更细，土层更深，这样我们的插秧机能更顺利地进行插秧，使水稻产量更高，农民有更大的收益。受山区地势和低温条件影响，桦甸市的水稻插秧比中部地区稍晚。这两天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当地的插秧工作全面展开。水稻田里，村民马俊正忙着运送秧苗。有了插秧机助力，他家的3公顷水田一周左右就能全部完成。希望产量能更高一些，收入能更好一些。根据农情调度显示，截至5月25号，松原、白城等地插秧进度已经超过90%，长春、四平、辽源等地插秧进度在80%左右，通化、白山等地的插秧进度也已过半。昨天，广州市海珠区在医疗机构发热门诊监测中排查发现一例本地新冠肺炎核酸阳性人员，系同日报告的荔湾区确诊病例宋某某的密切接触者。海珠区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接报后，立即启动疫情处置工作机制，组建联合流调专家队伍，全面细致开展流行病学检查。继续来看，昨天呢，广州市荔湾区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对外发布，在昨天和今天对全区户籍人口、暂住人口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全区各街道将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管理措施，以社区居委单位设立核酸检测点，确保做到应检尽检，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继续来看，日前民航局印发实施塑料污染治理工作计划，自2022年，也就是明年起，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吸管、餐具、包装袋等在年旅客吞吐量200万人次以上的机场和国内客运航班内禁止提供，2023年起实施范围将进一步扩展至全国机场和国际客运航班。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昨天晚上，2021年的第一
次也是唯一一次月全食在夜空上演，因为此次月全食恰逢最大满月，也就是说月全食和超级月亮同时亮相，这种天象被不少天文爱好者称为超级红月。不过我国境内并非所有地区都能观赏到月全食，部分地区呢只能看到月偏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敕勒川草原能观测到一个大大的月牙挂在夜空的东南方向，在广东珠江人们纷纷出门欣赏这难得一见的天象。此次月食初晖阶段开始于北京时间的17:45，整个过程持续3个多小时，在当晚20:53左右复原。好的，继续看新闻。25号上午呢，河南西川县孔雀谷发生一起饲养员喂养老虎时被咬伤，两只老虎跑出铁笼的突发事件。受伤饲养员贾某某被第一时间送医，经抢救无效后死亡。事发后，西川县委县政府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有关人员紧急赶赴事发现场。出笼的两只老虎被控制在孔雀谷内，经过多次诱捕喂果，为了保证群众的生命安全，根据现场的态势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以后，14:20和15:12两只老虎先后被击毙。据初步调查，两只老虎是安徽宿州市某马戏团所有，由孔雀谷租赁展演，目前当地正在按照法规和程序进行善后处理和事故调查工作。那么为什么要将两只老虎击毙？我们来听听林业部门是怎么说的。在回应为何击毙两只外逃老虎时，河南西川县林业局表示，事故发生后，出笼的两只老虎被控制在孔雀谷内，西川县公安局、县林业局紧急请求麻醉枪支援。与此同时，抓捕人员想出各种办法来诱捕老虎。南阳市林业局联系南阳市公园相关人员，携带吹管麻醉枪赶赴现场，但经勘查根本无法接近老虎。抓捕人员又尝试用麻醉药喂公鸡做诱饵，但多次诱捕均未果。之后，抓捕人员又从方城县请来专业的驯兽师，但其也仅有嘴吹麻醉针的办法，且在5米内才有效。担心驯兽师人身安全，抓捕人员放弃了此办法。在从外地紧急调运麻醉枪过程中，老虎已变得十分狂躁，表现出明显攻击人的倾向，对抓捕人员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由于孔雀谷后面山高林密，当时天空正在下雨，能见度很低，一旦老虎跑到山林里，将大大增加抓捕难度。加之孔雀谷的周边有居民村落，孔雀谷距离县城仅6公里左右，老虎一旦跑到居民区或县城，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在此紧急情况下，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经请示上级有关部门得到批准后，决定击毙老虎。目前，西川县已责令孔雀谷园区停业整顿，关于老虎的尸体，西川县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理。我们看到，为了避免再次伤人，两只外逃的老虎被击毙，那么此次事件当中老虎被击毙处置是否得当？什么情况下可以击毙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当然了，现在看呢，因为老虎呢在攻击人，或者是已经把人啊弄伤甚至致死的这种情况下，在没有其他的这种紧急的情况下哈，我觉得处死这个老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的话呢，我们一旦出现这种特殊的情况，动物园来讲本身就应该有，无论是像动物的逃逸、伤人甚至致死这些突发事件，都应该有这种紧急的预案啊。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能够直接的、快速的去反应，并且呢能够把风险降到最低？所以的话呢，其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把这个老虎直接处死，或者说把它这个枪毙，这个是击毙啊，这个是还是应该的啊。如果是这个情况特别特殊的情况下，但是的话呢，如果有更好的这个预案，提前能够预案比较完善的话，那么通过麻醉啊、麻痹啊各种其他的方法，可能也是一个方法。但是的话，还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你比如说，人已经在遭受老虎攻击的情况下，那你再去吹管给他打一针麻醉剂的话，那个可能也不太现实。那老虎在不断的攻击人，那麻药还有一个反应的时间，所以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
关注完孔雀谷的老虎伤人逃跑事件，接下来再来看看23号在安徽省蚌埠市张公山动物园发生的一起老虎伤人事件。饲养员杨某在清理笼舍的时候被饲养的老虎袭击，紧急送往医院之后宣布不治身亡。医院介绍，伤者颈部、头部、背部均有明显咬伤和抓伤，检查时已无明显生命体征。据了解，这名饲养员今年55岁，他在张公山动物园饲养老虎已经近20年了，目前事件还在继续调查之中。老虎呢，现在在我们这个运动场上，运动场上那个门呢，叫中间有一道门，有一道门呢，如果拉门拉上，那个就叫内建。如果我们打扫这个外建的话呢，那个老虎是要关在里面的，打扫里面，我们把老虎关在外面的。根据当地主管部门初步分析，事件发生的起因是饲养员在清理笼舍时为确保老虎隔离间门锁住。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这个召集了动物园这个全体人员，简单的通报了这个事情的性，对这个设备设施呢进行了再次检查。身亡的饲养员今年已经55岁，根据动物园方面的介绍，他们每年会对饲养员进行安全培训和考核。我们培训不光是理论培训，还有实际操作，在现场这个实际做的，而且不止做一次。目前当地公安还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而涉事东北虎如何处置还没有最终的方案。面对老虎伤人的悲剧，不少舆论对此都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猛兽可以没有安全意识，但是人必须有。这表明公众都清醒地认识到，所谓的虎害背后存在大量的安全管理隐患。比如频频曝光的马戏团、动物园对猛兽管理的松懈马虎，安全措施执行不到位，甚至是形同虚设等等。惨痛的案例已经一再告诫，人和猛兽间的防火墙一旦出现了人为的漏洞，那就是将人直接置于猛兽的尖牙利爪之下。希望血的教训能够让人们拾起对安全的敬畏，对猛兽的敬畏，让虎害悲剧不再上演。继续看新闻。25号的晚上，不少网友呢被一则小区电梯突然加速撞顶楼致一死的新闻吓到了。根据广东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通报，23号晚上，在该市安康金海湾2期的小区内，一个公小区居民日常出入的电梯突然发生了故障，造成一名女性乘客伤亡。事故发生后，市场监管部门查封了涉事电梯，并且扣押了相关资料。初步判断，事故可能是电梯的制动器故障导致。当晚7:39，一名女子进入涉事电梯后被困在1楼至负1楼之间，她随即打电话向亲友求助，随后维修人员赶到现场。但是没有想到，在救援过程中，电梯突然发出巨响，向上加速，在短时间内从1楼冲顶到30楼，物业立刻报警，但不幸的是，该女子还是不治身亡。而家政府部门啊，拢系安全部门，都已经介入嘅啫，我哋都有证据维保嘅。有业主表示，在事故发生之前不久，涉事电梯已经在维修，维修后曾出现过有人被困的情况，再次维修后又正常使用，然后就发生了惨剧。而据电梯维保单位的工作人员称，该事故为偶然性事件，大概率是制动弹簧断裂所导致的。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电梯发生故障并且导致人员伤亡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相关部门也都会对电梯进行定期的维护，以保障电梯的正常运行。不过万一遇到电梯故障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自救呢？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被困轿厢里面的话，电梯尽管是一个狭小的空间，但它不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它是有物理的通风孔的，所以呢，它不会出现这个窒息的这个可能性。往往关在里面以后啊，情绪紧张而加重引发的这种身体不适，被困轿厢首先对外自救的方式就是通过轿厢里面的这个紧急报警装置与我们的物业监控室啊取得联系。如果就是说这个紧急报警失效或者这个联系不上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自己随身的这个电话拨打我们110、119等这个公共服务平台请求求助，镇静的等待，观察动静，这个保持一个体力等待营救。一旦出现电梯失控的情况下，如果电梯里面有把手，那么我们是建议乘客的一只手呢是紧握把手，另外一只手呢
最好是抱着头啊。同时呢，这个整个人的这个背部呢，要跟头部呢紧贴在这个电机的这个内墙上，成一条直线。膝盖呢成一个弯曲姿势，最大限度的减缓冲击力，避免电梯这个下坠或者冲顶的时候形成的这个骨折或者器官的损伤。24号下午，四川省长宁县芙蓉笋类食品厂在检修设施的时候，发生疑似有毒有害气体中毒事件，目前已造成7人死亡、1人受伤。记者从长宁县委宣传部获悉，事故原因已经初步查明系有毒有害气体导致中毒。事发后，宜宾市委市政府立即成立了事故应急处置指挥部。5月25号晚，长宁县芙蓉笋类食品厂中毒事故原因已初步查明，系有毒有害气体导致中毒。经初步调查，5月4号，长宁县芙蓉笋类食品厂污水处理系统因故障停止运行。5月24号下午，企业检修作业时重新开启污水处理系统，造成污水中硫化氢等有毒有害气体溢出，致使正在作业的2名员工中毒。随后，3名企业员工和3名厂区周围居民相继前往施救，导致中毒。事故共造成8人中毒，其中7人死亡，1人轻伤。生态环境部门自5月25号凌晨4时起，沿长宁县芙蓉笋类食品厂四周布设了5个环境空气监测点，先后开展了3次监测。监测结果表明，周边空气中硫化氢、氨均低于污染物排放标准。在四川省应急厅的指导下，宜宾市成立的事故调查组已对事故展开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继续看新闻现场。今日，陕西渭南一名男子在被拐32年之后，经过 DNA 信息比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回到家乡与他们团聚。5月19号上午，在陕西大荔县公安局，被拐离家32年的李重志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像做梦一样，真是像做梦一样，因为我艰辛地找了他32年呀，一路逃犯，沿着背着包，一直没停地找他呀。不说我辛苦找他吧，因为我对不起孩子。据李重志的母亲王女士回忆，1989年6月20号，他因为身体原因，准备将女儿和儿子送往亲戚家照料一段时间。当他带着2个孩子来到长途汽车站时，一名热情的陌生女子与他攀谈，一路热心帮忙照看孩子。坐车途中，王女士身体不适，女儿陪着她下车呕吐，随后王女士晕倒了，结果醒来时发现儿子已不在车上。自责又焦急的王女士从此踏上了漫漫寻子之路，她辗转甘肃、河南等地，有时打工，有时乞讨，可始终没有儿子的音讯。而李重志当时年仅6岁，他模糊记得自己在车上一觉醒来后，同车的热心阿姨谎称他被母亲遗弃了，随之将他拐卖到外地。直到14、15岁时，李重志因为想念亲生父母和姐姐，便偷偷跑了出来，试图寻找家人。印象中，父母好像在西安做生意，家乡地名里有一个大字。但辗转多地无果后，李重志最终于去年年底找到警方寻求帮助。今年3月份，陕西大荔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在失踪人口信息库经过 DNA 信息比对，终于帮他找到了亲生父母。等到那个结果一出来，马上我就当时也回不来嘛，就马上就要了我家的人联系方式，聊了2个多钟，几乎都在流泪的，都在哭的。说实话，激动心情就在早几天都是高兴，也哭，哭了以后就是高兴啊，那是高兴的哭的。最近，贵州省遵义市独竹漂传承人杨柳借助一根长长的竹竿，在水上如履平地翩翩起舞的视频在网络上火了起来，甚至呢有很多外国网友惊呼是仙女下凡。视频里，杨柳常常一袭古装，脚踩一竹，舞姿翩跹，宛若水中仙子。独竹漂是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高超的技能集娱乐性、观赏性、挑战性于一体。杨柳从7岁就开始练习独竹漂，
因为独足漂有上千年的历史，也喜欢汉服，所以会经常穿着一袭古装在水面上表演。独足漂是贵州独特的民间绝技，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掌握好独足漂的平衡之后呢，还要找到竹子的中间点，然后踩好了正中才好掌握平衡，才能浮在水面上。既能在独竹竿上稳如泰山，又能翩翩起舞，再融合当地少数民族服饰，杨柳的独竹漂舞蹈别具风格。2020年开始，杨柳尝试在各大平台发布自己的视频，希望让更多人欣赏到独竹漂之美。在他又美又飒的舞蹈感染下，视频浏览量迅猛增长，有的视频还火出国门，传播海外。国外的网友也很惊叹，这是什么中国功夫，我感觉挺自豪的。希望能和独竹漂一起划出国门，飘向世界。在每一帧完美的镜头背后，都有着别人看不到的汗水。愿更多的人看到杨柳的坚持和美丽，也希望更多的人看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那再来认识几位朋友，音乐是无国界的，只要有梦想呢，哪里都是舞台。31岁的回伟轩在北京从事外卖员的工作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在工作之余他喜欢音乐，还把自己的音乐制作成了二维码贴在外卖的订单上，有很多订外卖的顾客听到他的音乐后啊，纷纷点赞。一个人的夜晚，此刻那么平庸，凛冽的寒风吹过就心痛，就像之中忘不掉的风景。送一单就给一个人贴上一个，他有可能就会听，是就是想让别人听到我的歌，自己也觉得自己贴也比较开心。同样喜爱音乐的还有下面这位，在山东青岛有一位农民工叫陈江山，最近他把古筝搬到工地上，为工友抚琴一曲，引来一片叫好声。会给大家弹琴，然后有时候会给大家唱歌，大家都觉得很开心这种生活。直到我出门打工了，18岁的时候我才接触到古筝，因为我表哥在学古筝啊，然后我就跟着我表哥出来打工，也一边打工一边练古筝，坚持了4-5年，这个背着古筝走南闯北的在练习。都说生活不易，压力重重，但如果总是弯腰低头的话，那么梦啊就会越做越小了。现在一些年轻人遇到生活的压力、职场的竞争、情感的波折之后，选择瘫倒在地，选择躺平回避。但是躺平就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在回伟轩和陈江山这两位年轻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难能可贵的地方。人生有千万种可能，别让一个躺平给消解了。好的，再来看一个暖心的事儿。最近呢，在安徽六安一个小学，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来给全校师生进行第3次核酸检测。当他们走进一间教室的时候，被孩子们突然的举动给震惊了。孩子们齐刷刷地站了起来，用一支手语舞向工作人员表达感谢，场面特别感人。
孩子们，起立。他们就有跳过，他们就自发的组织，老师那我们能不能跳支舞给他们看，所以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群艺，比较惊讶，因为可能比较辛苦，比较每个班嘛可能都有，有的可能是敬个礼啊，有的可能就像我们班比较这么郑重的对他们跳舞这种情况是不多的。孩子们真是太可爱了，那同样可爱的还有小动物们。在浙江长山县，猫头鹰住上了月子中心。在杭州湘湖，白鹭妈妈正给新生的白鹭宝宝喂食。在云南金平，1.5亿只蝴蝶集中羽化。而在甘肃嘎海泽查保护区，雪豹则是玩起了自拍。这个夏天，自然界带给我们太多的惊喜，跟随镜头一起去看一下。近日，甘肃嘎海泽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回收辖区内的36部红外相机发现，从今年1月到4月之间，共拍摄到7段雪豹出没视频，既有夜间的觅食画面，也有白天散步的画面，还有雪豹对野外红外相机产生了兴趣，从远处慢慢靠近，这也是保护区连续3年拍到的最高清的雪豹影像。在浙江长山县方村镇河边山村郑土根家的3楼，记者看到小雏鹰羽毛尚未丰满，几次扑棱着翅膀尝试飞翔，看到有人来便侧歪着脑袋，瞪着铜铃般的大眼，形态又憨又萌，十分精神。每年都孵的，一面一口，这面口那边一口，花到再要走了，再过个5-6天，然后一个礼拜以后要走了。你看它身上这个黄毛已经脱掉了，他就要走了。猫头鹰第一次在郑土根家定居并繁衍后代是在2011年，十年来每年3月份，郑土根家3楼都会有2对猫头鹰如期而至，5月又陆陆续续带着雏鹰飞回大自然。近日，在杭州湘湖景区荷花庄附近，不少市民拍到了白鹭成群栖息翱翔的画面，还有一群可爱的白鹭宝宝在树枝上扑腾着翅膀，争相吃着白鹭妈妈找寻回来的食物。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自2015年开始，在湘湖定居的白鹭数量逐年增加，如今有2000多只白鹭栖息在湘湖中的小岛、洋堤等地。每年5月至6月，被誉为中国红河蝴蝶谷的云南金平马鞍底乡境内，剑环蝶幼虫在短时间内大量集中羽化成蝶，上亿只剑环蝶在山林间、小溪边漫天飞舞，形成壮观的生物活动景观。由于连日来的高温天气加速了蝴蝶蛹羽化成蝶的速度，每天有近2至3万只蛹羽化成蝶，以20%的数量在增加。今年蝴蝶爆发的总数可以达到约1.5亿只，是10年来该区域蝴蝶爆发规模最大的一次生态景观。体育方面，昨晚中国女排迎来了世界女排联赛的2场比赛，对阵日本女排。经过3局比拼，最终中国女排0-3不敌日本女排，无缘连胜。今晚中国女排将迎战第3个对手泰国女排，中国女排加油！更多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2021年高考将于6月7号开始。今年全省各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试卷印制企业和各考区考点相关单位都制定了保密工作和疫情防控应急方案，并开展应急演练，确保高考试卷保密安全。近日，教育部批准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招收古文字学专业本科生，这是我国首个获批的古文字学本科专业。据了解，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古文字学专业已被纳入本科强基计划，今年预计招生10人。5月26号，长春乡村振兴学院正式成立，学院以长春市委党校为依托，引入吉林农业大学、吉林省农科院的科研与师资力量，将通过开展短期培训、建立专家人才库、乡村振兴培训基地、学员实训基地等方式，加强产教融合，推动长春市乡村建设高质量发展。
欢迎回来，新闻早报，新闻全知道。来看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俄美首脑会晤的消息。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俄双方虽然在军控领域实现了有限的合作，但在网络安全、人权、干预选举等问题上分歧明显，对抗加剧。25号，俄罗斯总统网站和美国白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将于6月16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晤，这也将是拜登出任美国总统以来两国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俄罗斯总统网站说，双方领导人将在会晤中讨论俄美关系现状和进一步发展前景，以及战略稳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合作、地区冲突调节等问题。白宫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美国寻求在美俄关系中恢复可预见性和稳定，双方领导人将在会晤中讨论一系列紧迫问题。西方媒体在报道白宫方面的表态时注意到，白宫没有使用重启美俄关系这样的词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5号表示，如果俄美双方相向而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望得到缓解，但预计两国关系的趋缓不会一蹴而就。还有俄罗斯官员表示，这次会晤的最大意义在于俄方能直接了解拜登本人对两国关系的态度，因为自打拜登政府今年1月20号执政以来，有关俄美关系美方发出了太多混乱的信息。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一架客机23号在白俄罗斯紧急降落仪式引发广泛关注，并且持续发酵。25号，白俄罗斯交通运输局航空司在其网站上发布了明斯克机场调度员和紧急降落的机组人员的对话录音。根据这段录音资料，调度员告诉飞行员，情报部门收到了有关航班上有炸弹的消息，据称炸弹可能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上空爆炸。他建议机组人员出于安全考虑在明斯克机场降落。在进行多轮沟通后，飞行员表示计划改飞明斯克机场。25号，白俄罗斯外长马克伊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双方强调必须由权威专家和机构对这一事件进行全面客观调查。马克伊在通话时再次确认，白俄罗斯将确保调查过程完全透明，并愿意与相关国际机构开放互动，包括提供所有必要信息等。拉夫罗夫24号呼吁各方不要对客机迫降事件仓促下结论，应基于所有信息做出清醒判断。欧盟方面对客机在白俄罗斯紧急降落仪式反响强烈，作为回应，欧盟称将禁止来自白俄罗斯的航班进入其领空，并要求欧盟所属的航空公司航班避免飞越白俄罗斯空域。法国航空公司25号宣布，所有航班将绕开白俄罗斯领空，直到另行通知为止。北欧航空、芬兰航空、爱尔兰的瑞安航空、德国的汉莎航空以及拉脱维亚的波罗的海航空等也都表示将绕开白俄罗斯领空。白俄罗斯航空公司25号发布公告称，由于英法两国政府实施了对白俄罗斯的飞行禁令，白航将不得不取消5月25号至10月30号白俄罗斯至伦敦和巴黎的航班。另据波兰通讯社25号报道，波兰航空公司决定暂停所有飞往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航班，并对飞越白俄罗斯领空的航线进行改道。乌克兰政府25号召开内阁特别会议作出决定，将于5月26号0时0分起暂停乌克兰飞往白俄罗斯的航班。美国当地时间25号，是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跪颈执法后死亡一周年的纪念日。很多民众在事发地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弗洛伊德纪念广场进行悼念，而就在悼念现场发生了枪击事件。当地媒体拍摄的画面显示，当天上午10点左右，弗洛伊德纪念广场有不少民众正在悼念。突然，不远处传来的枪声打破了平静，人们纷纷就地寻找掩体躲避。报道称，当时有30多声枪响，一家理发店的窗户被击碎。有目击者称，一名嫌疑人驾驶车辆快速逃离现场。警方表示，有一人在本次枪击中受伤，也送往医院救治，暂无生命危险。据路透社报道，有在现场附近的民众猜测，可能是与停车有关的争执引发了枪击。当天下午1点左右，明尼阿波利斯市全城默哀，以此追思弗洛伊德。在弗洛伊德广场以及市中心的大型城市公园，人们通过集会、音乐表演、艺术创作等多种方式纪念弗洛伊德去世一周年。
纽约、洛杉矶等地民众也举行了多场纪念活动。此外，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当天在白宫与弗洛伊德的家人进行了会面。We're just thankful for what's going on, and we just want this George Floyd Policing Act to be passed in the future. 2020年6月，民主党占多数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了《警察执法公正法案》，当时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未对该法案进行表决。今年3月，众议院再次表决通过这项法案，但由于两党在法案内容上分歧严重，这项警务改革法案在参议院继续受阻。有社会学者认为，在通过新法前，或许终止执法人员的有限豁免权才是迈向司法公正的第一步。Without that qualified immunity prohibition, basically the bill is pretty much nothing. Had qualified immunity been ended at some point in his career,He might have thought twice about his conduct. 昨天早上，孟加拉湾热带气旋亚斯在印度东部奥里萨邦登陆，给东海岸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截至目前，亚斯已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多栋房屋被毁。在一处海边，强降雨导致水位上涨，巨浪不停向岸边拍打。树木被狂风吹变形，道路被淹，附近村民只能在极稀的积水中艰难前行。恶劣天气让当地居民陷入困境，人们不得不住进安置点。印度气象局表示，亚斯将对印度东海岸的奥里萨邦和西孟加拉邦等地造成持续影响。截至目前，奥里萨邦、西孟加拉邦已经有约200万人被转移至安全地点。印度国家灾难应急反应部队也已经处于待命状态。此外，由于这两个邦是新冠肺炎疫情较严重的地区，极端天气对当地的交通和电力产生严重影响，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医疗物资的运输、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等工作已受到一定干扰。当地时间24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西部突发山火。据当地媒体报道，大火烧毁了约40.5公顷的灌木丛，当地民众紧急疏散。过火面积达到40.5公顷，滚滚浓烟飘向空中，形成巨大的烟柱。当地消防部门派出直升机参与灭火，附近居民也被紧急疏散。同一天，美国加州州长纽瑟姆表示，加州政府已将治理山火的预算从1月份提出的10亿美元增加至20亿美元，其中包括在南加州建立新的紧急行动中心，增加消防直升机，扩大消防员人数，额外雇佣季节性消防员1399名等。Additive on the basis of an emergency appropriation was an $80.74 million additional investment to secure 1,399 firefighters that will be added to our permanent crews in the state. 据了解，随着干旱状况加剧，截至目前，加州的起火点与去年同期相比多了超过900个。美国国家干旱减灾中心称，预计今年山火季，特别是6月到8月，加州山区将出现高于正常水平的山火，并可能一直持续到秋季。去年加州遭遇有记录以来的最热8月，全年发生山火数量达到9917起，过火面积超过172万公顷，创下历史新高，损失惨重。加州历史上过火面积最大的20场山火中，有6场就发生在去年。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斯里兰卡海军发言人当地时间5月25号表示，停泊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港附近的一艘集装箱船25号发生爆炸，并再次燃起大火，船上全部25名船员已安全撤离。这艘货船注册地为新加坡，15号从印度哈奇拉港出发。此前船舶在距离科伦坡港西北约9.5海里锚地时曾报告火情。据了解，船上载有1486个集装箱，其中包括25吨硝酸和一些化妆品。
近日，在天气多变的俄罗斯，一群行驶在基斯洛沃茨克市公路上的年轻人遭遇了不寻常的特大冰雹。车内乘客拍下的视频显示，冰球剧烈地撞击着汽车，前挡风玻璃已经布满裂痕，后窗玻璃也被砸出一个又一个的大洞，十分惊险。当地时间25号，超级月亮现身希腊中部的科林斯古城，皎洁的月光照在有超过8000年历史的城墙上。据了解，北京时间26号晚，全球多个地区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超级月亮，一些地区还会出现月全食现象。据了解，超级月亮是指月亮位于近地点时正好出现满月，此时的月亮看起来更大一些。最近，在南极洲罗斯海，一只企鹅搭上了游客的顺风船。据船上导游介绍，企鹅几次想跳上船，但总是没成功，所以它关掉了引擎，让这只可爱的乘客成功上了船。船上的游客尽管很兴奋，但大家都保持冷静，小心地举起相机拍照。10分钟之后，大家终于把这只企鹅哄回到水里。日前，在泰国甘烹毕府，一条巨蜥闯入居民家中，动物救援人员赶到后，发现它躲在冰箱后面，想要抓住尾巴把它拽出来，却被灵活的巨蜥挣扎逃脱，向大门外跑去。人们赶紧关门追捕，最终花费1个小时才成功将巨蜥抓住。进入生活服务板块，为配合各地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全国铁路车票预售期进行调整，网络电话购票时间由过去最长的30天缩短为15天，车站窗口代售点和自动售票机售票时间由过去的28天缩短为15天。那再来看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日前，长春市发改委对长春市快速路桥下70个停车场泊位停车收费标准进行了批复，来了解一下。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市县太大街与自由大路的交汇处。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身后的呢就是东部快速路。那在东部快速路桥下呢，也可以看到一处高架桥下的停车场。这个就是我们长春市内70多个高架桥下停车场其中的一个。长春城投智慧城建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见，吉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吉林省定价目录、长春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就快速路桥下70个停车场泊位停车收费标准进行了批复。亚太大街快速路、东部快速路、南部快速路、西部快速路、北部快速路等高架桥下70个停车场1979个泊位，停车泊位仅供七座含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及轻型微型货车停放，并实行停车收费，收费标准实行政府指导价。停车场收费也分为封闭式停车场和开放式停车场两种，针对一些特殊车辆和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其他应当免费行行的车辆实行免费停车。再来看有关健康方面的话题，近来一条名为当代年轻人已经不需要按摩需要正骨的视频登上了热搜。视频中正骨时产生的那种咔咔声让不少网友直呼酸爽，并表示很想尝试。那么正骨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正常人需不需要正骨呢？看了视频后，记者也想试试这种骨头咔嚓的酸爽感觉，但记者的直觉告诉自己，正骨绝对没有这么简单。正骨实际上它是一个这个中医骨科的一个概念，它就实际上用一个些特定的一个手法，将这个骨折、脱位，进行复位和治疗的一个过程。不少网友在看了视频后纷纷表示想体验一下这样酸爽的感觉，并到处询问哪里可以做正骨。不过这个正骨可不是谁都要做谁都能做的。现在的年轻人呢，通过一些网络视频看着这种正骨的方式，看到那种关节的那种弹响声，很希望能够体会一下那种酸爽的感觉。在身体状态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不提倡
采用正骨疗法。如果非专业人士采用这种正骨的手法，那么操作不当会引起这种这个周围的软组织的损伤，造成疼痛，各种各样的症状，甚至造成这种关节脱位、截瘫等等，甚至很严重的一些后果。葛医生告诉记者，正骨作为一种特殊的医疗手段，如果患者有相关的症状需要进行正骨治疗，需要前往正规医院进行明确诊断以后，再有正骨资质的专科医生那里进行正骨。前段时间，广西桂林的一位20多岁的厨师处理一条海鱼的时候，左手的小指被不小心刺破了2毫米，结果没想到因为这个小伤，左臂被截去了2/3，才保住了性命。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被海鲜刺破了手指，应该如何处理呢？来了解一下。5月18号晚上，素先生被刺破的左手小指逐渐变成紫黑，手掌出现肿胀，疼痛无法忍受。短短8小时内，素先生又出现了感染性休克、软组织坏死等情况，医生只能实施截肢手术才能挽救他的生命。而这起事件的罪魁祸首就是海鱼身上携带的海洋创伤弧菌。如果人体创伤面接触了这些细菌，轻者创伤部位组织溃烂坏死，严重的还会造成人体多器官功能衰竭导致死亡。它生活在海水里面嘛，所以它海产品很多都有，特别是贝壳类的，我们说一些牡蛎啊、螃蟹啊，或者是怎么样，这种带壳的它都可以寄生在上面生长。记者在医院还看到另外一位因海洋创伤弧菌导致截肢的患者，患者是超市生鲜区的员工，他在处理一条黄骨鱼时右手被扎伤，3天后右手出现红肿、疼痛、手指发黑，随后到医院重症医学科接受治疗。我们知道，创伤弧菌最直接的传播方式就是伤口，除了大厨，海鲜摊主也经常和海鲜打交道，他们受伤会怎么处理呢？主要是不要拿那个血流到那种血管里面，然后马上把那个血流挤出来就好了。另外，医生还建议吃海鲜或者是做海鲜时，一定要做好自我防护。首先就不推荐吃生的海鲜，尽量烹饪达到一定的温度或者煮熟，这个肯定就没有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处理海鲜的时候要进行自我的一个保护，比如说戴手套啊。如果说受伤的话，这个伤口要需要及时的处理，比如说清水先冲干净，然后适量的这种消毒啊这些，或者到医院包扎清创一下就可以了。再来关注今天的省内天气，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长春多云，23到10度。白城多云，22到13度。松原多云，23到12度。四平多云，24到12度。辽源多云，23到12度。吉林多云，22到11度。通化多云转小雨，21到9度。白山多云转小雨，21到7度。延吉多云，19到7度。长白山小雨转多云，17到2度。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JL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录制现场门票等奖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